好呢，这一集影片就是彻底的离开他，我会后悔吗？我的心境是什么？跟我会不会想要去找他？然后我如果去找他的话，是什么结果？他会不会理我？今天就这样子，好不好？就这个简单，来，我就是这么变态，我就是喜欢让你没有选择性障碍。因为为什么？我们人啊，就是要学会断舍离跟坚定，好吗？我的粉粉老是来找我，都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嘛，你告诉我，哎，不行。我就是要让你们有选择性障碍的人好好理清自己的心。我就给你们数字有更改，有一些数字还有重复。选择你们有感应的牌卡，我们就要来抽彻底离开他。你会不会后悔好吗？然后跟如果你后悔了之后呢，你会不会想要去找他，找他之后他会不会答应，就这么的 easy。 那我们就开始解牌咯。选择第一组牌卡的人呢，那我们就来咯。请问一下呢，这个人如果你彻底的离开他，你会不会后悔，跟你的想法跟心境会是怎样，好不好，跟你会不会想要去找他。嗯，你有需要这样吗？如果你彻底的离开他，你会毁灭式的去攻击他的所有的毁谤他的人生，所以你彻底的离开他应该是你对他充满的恨意，然后想要割了他。哇哇，你拿到了权杖国王耶，我觉得你某种程度你是一个我们说的女霸主、女杀手，甚至呢离开他之后你更开心了，你不会后悔啊，你某种程度真的是觉得他活该，甚至你诅咒，你应该是一直疯狂的看我那个诅咒报应的牌，还希望我再去抽，再去多做几次他会不会得报应的牌吧。你某种程度你掌控欲很强啊，你巴不得这一个人有没有世界毁灭，你就是想要毁掉他的世界，这个是代表八卦流言学蜚语。某种程度呢，你攻击力非常的强，彻底离开他之后，你是不会后悔的。顶多就是有一种你们是不是已经，如果你们要走向，或者是你们已经彻底的离开，你们应该真的是吵架吵蛮凶，吵到亲朋好友之类的所有的回谤的话，你都已经出来了。甚至有人说我要上那个爆料公社，把他的事情都公开。你真的会这么做哦？因为某种程度我只能说你也是那一种，深呼吸，我讲话比较直接好吗？如果太过于玻璃心的话没关系啊，你要骂我也没有关系，但我还是要得讲实话，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不掩饰。某种程度你也是比较自私的人啊，然后你也比较有自信，相对于你对关系的掌握度，你要掌控欲很强，你是没有办法允许你的权威被挑战的。所以如果今天这个人应该你为什么你要离开，就是因为他不听你的话，或者是有另外一种机会，就是因为他也是一个自私的人，今天你也要自私一次，觉得你觉得委屈啊，我平时都让着你，可是某程度你心里面有可能是大女人，就有可能什么背着名牌包围了他，然后你要改穿球鞋，然后跟他装的一副什么我很亲密，可是某程度你就是一个贵气型的人啊，然后为了配合他你去降低自己的规格，然后相对于之下你就会开始不爽，所以某种程度你彻底离开他之后，你又恢复你原有的个性，希望他有报应，然后就某种程度就是有一种我们说的你为了爱他而去降低了你自己的底线，然后为他去削弱自己的一半，然后为了跟他这一个 0.5 然后成为 0.5 等于1去维持那个平衡配合他，而不是1加1大于2。所以相对于之下你就会觉得怎样，离开他反而你得到了自由，甚至你得到了更奔放，因为这才是做回你自己啊，所以你并不会后悔，那你就好好离开他就好，那有什么好抽的。可是你会不会想找他，我觉得你也蛮奇怪的，你不会后悔可是你会想要找他。所以到底是什么心境，我来看一下为什么你会想找他。可是如果我是看权杖国王的话，你想找他的原因其实就是那一种老娘恢复了我本性之后，我就是要看看你过得好不好，就是等于是有一种那一种，你看我没有那么的配合你之后，你看看我，这才是原本的我。你怎样，你的星盘里面你会有那种想要竞争然后赢过对方的那种己心的那个盘，这种盘呢就是我觉得不会有母羊，可是这个牌又有母羊的能量，可是这一个母羊比较像是我回来就是只是我就是看看你过得怎样，而不是那一种我想回来跟你复合的那种能量。不然一般母羊如果结束了是不会再回头去看看前面的，可是这边有一种我就是气不过，所以啊狮子啊母羊啊，甚至你们就会常常想，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要打扮得漂漂亮，我希望他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的时候
老娘高贵的人，或者是老子我现在很厉害，你就是不如我。所以某种程度，那你为什么要喜欢这个人？我也是觉得也蛮妙的。某种程度，我觉得你的位置啊，或是在这个世界的社会地位或经济，你是比他高的，所以相对于之下，你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离开他之后，反而其实你比较好，你不用再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然后去配合他的三观，好吗？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我刚才说要问什么，我忘了。好了，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这边我看至少，你不会后悔，可是某种程度你是真的还蛮想诅咒他世界毁灭，甚至想要毁谤他，甚至有人也可能去已经放话了。那这边看，既然你都不会后悔，那我们还有什么抽？哦，我们就来抽说这一个，如果你去找他，然后你的心境是会不会得到一个你想要的结果？这边看一定是想要看他像狗一样来舔你嘛？那我们看他最后没有像狗一样来舔你嘛？他的态度如何？如果你去找他的话。等一下我会补抽，如果你没抽找他的话你会怎样，好好不好？这边看你是还不错，来，我觉得他会觉得有一点压力，可是他还是会跟你沟通，但是你看他退到这个树后面，所以他对你蛮害怕。这个虽然是像燃烧的，可是我这边突然间有一个闪神，觉得真的看起来脚在抖。他的脚会抖抖抖抖抖抖，但他还是会跟你沟通，所以他很怕你，他觉得他有点怕你。哇哦，我必须得说啊，你来的话，我觉得你再去找他，他还是会踩线，他会跟你稍微沟通，可是他其实是已经把你的感情放下，他往别的地方去，他也觉得你们两个之间不会重新开始了，所以他不会舔狗、哦。所以如果你说什么在路上遇到他，什么希望他什么后悔啊，然后希望他来看看我过得我很优秀，我只能跟你说这一个答案，很遗憾的是不会有这种结果。所以呢，我会建议你啦，你好好的过好你自己的日子，不用想这个人，就让他从你的人生中彻底的怎样消失，好吗？好吗？用辐射去医美、雷射去把斑点消失，那样把它除掉。OK， 这一个人呢，你如果你再怎么优秀的跟他，这个人就烂。然后这个人呢，他可能跟你之间他就是放下了，就过去了。可是他虽然会。他是怕你的，你明白吗？那他也觉得你们两个人不会再有更好的结果了，所以而且在一起之后关系怎么会越来越糟，就是每况越下，这命运之人的转动是朝向不幸的。所以你来了，他可能如果可以不说话，他是不会再跟你说话的，所以我是建议你是不要找他，不然你有可能会感受到他是惧怕你，甚至他就离开了，你只能看得到他是什么背影，好吗？那不建议你去再去跟他聊半话，这样子对你不是很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刚才说要问什么，因为一下要讲的话太多，有点忘记了。我把牌放了，我拿第三副好了。这边是说，哦，我想起来，就是如果说你都已经做了跟他彻底的离开，或者怎样。那你之后的心境，说你这边是你也可以做得很好啊，可是我们还是再抽一下，就是你该怎么做可以让你这一个状态可以赶快忘掉这个人，好不好？那我用动物牌卡。有一些人喜欢当塔罗斯，问我说你都怎么样测你的牌，没有，我就想到什么看到哪一副我就拿哪一副，然后想到什么问题我就直接抽，所以我都是很随性的，这样子才会感觉就是 follow， 你看着牌往下走你才能够解决问题，先设定好有时候就会你会把自己就限制住了，好不好？所以我给大家今天来鲨鱼，某种程度呢你就是像鲨鱼它攻击完这个猎物之后，不论有没有成功，它都会再攻击下一个猎物。所以如果说宇宙说你就放弃这个人，再去攻击下一个人就好了，好吗？所以就是宇宙说最好忘掉这个人的方法就是找到下一个人，就这么的简单。来送你一只鲨鱼，所以我说来权杖国王，不同的牌卡，不论说它神谕卡还是塔罗，它都会有相同的呼应，有没有？权杖国王不就是一只鲨鱼吗？而且你看你又抽到了战车牌，请问一下水里面攻击速度最快的是什么？就是鲨鱼啦，对不对？
那相对于之下，鲨鱼它在攻击你的时候，它会怎样围着它的猎物？它在旁边一直游盘旋，那不就是一个宝剑侍者的状态吗？攻击力非常的强，只是你们的关系呢，是有可能已经恶言相向到一个毁灭的状态了。那只是说这好，我做一个总结，彻底的离开他之后，他你会不会后悔？你不会后悔啊，某种程度就是想要光鲜亮丽的出现在他的面前，然后看他来舔你。但殊不知他是没有想舔你的，甚至他会害怕你。所以我说你是鲨鱼嘛，那相对于之下，他已经跟你关系是彻底结束，他觉得你们只会越来越糟，他也不想跟你说话。如果能躲你，他尽量的躲，但躲不开你就脚抖的，就是面对你。但是终究你们的关系是不会往前进，因为你是一条鲨鱼。那你不用紧张的是，那你如果是一条鲨鱼的话呢，那就去找下一个猎物吧，好吗？不要困在这里了，你可以做到的，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啊。感情呢跟现实你还是要多一点理智，虽然感情没有办法控制，可是最终这段感情的破裂之后，你还是理智先要恢复 OK 吗？喜欢我记得给我一个赞，如果这些牌卡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的话，记得扫描 QR code 加我 LINE 或微信，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占卜，记得截图给我，可是这是限一次而已哦。如果你们已经就是很多次了，就只好找我私占啦。好 OK， 那喜欢我给我一个赞，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哦，拜拜。第二组牌卡的人，请问一下呢，就是离开他，彻底离开他，你会后悔吗？然后跟你后悔的状态心境，跟你会不会想要找他，那如果找他之后他反应如何啊，然后怎样，我就跟着牌抽，然后再看他抽什么牌。你彻底离开他，你会后悔吗？宝剑七，说谎，为什么要掩饰自己的什么？来，我们看一下你会不会后悔。哇哦，哇哦，我这边看你是不会后悔，你不会后悔，因为这一个关系你没有很诚实。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已经隐藏了自己很多的身份，你没有跟这个人坦白你的内心，懂吗？所以某种程度你是戴着面具在跟他来往，所以相对于之下你并没有后悔啊，因为你原本就是一个内在非常孤独的人。你把你内心世界的小孩你从来没有给人家看，那相对于根本觉得没给这一个人看啊，甚至你也觉得有那种我也没有要跟你讲啊，反正你也不理解我，就算讲了你也是讲一些你觉得无所谓的，你很多见的能量，所以你是一个很理智很聪明的人。可是离开他之后你会有一种这不是你预想的计划内，可是一开始你也没有把这一个人当做你人生的计划之中。那你们两个人相处，我觉得你比较会碎碎念，甚至有一点想要怎样教育他、控制他，然后传授知识。你们两个之间比较像是知识方面或者是言语上面的交流，可是你们的关系很冷静，没有交心啊，没有到很交心，也没有那种恋爱感，是一种很冷静的互动，似乎有一种哎。你过你的人生，我过你的人生，偶尔才搭嘎在一起，怎么有那么冷静的牌啊？教皇牌耶。那相对于你们两个人对于感情都是很理智，甚至有点想要走向结婚，是要步入未来结婚。可是呢，这一个宝剑皇后逆位，他原本就没有在你结婚的那个计划，他也没符合你啊。可是你真的想结婚吗？我这边看到的是你应该是一个要求蛮多的人，然后有一点特殊，你想要的结婚方式特殊，或者是有一个不是一般人想要的那种传统的婚礼。即使出现了传统牌应该要有，可是我这边看到的是就算有，你某种程度也是一个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那离开他之后你不会后悔，可是你会焦虑会不安，然后甚至你会封闭你自己。最后面呢，我看到你也不会朝他前进，你某种程度你反而是会去，如果说你有什么课程要上的啊，或者是你什么，你去追求你自我，甚至提升你自己，让你怎样接受一些知识，往更好美好的天梯，天梯通往的是莲花在绽放，也就代表你会去追求你的自我提升。所以跟这一个人来说，他没有在你的人生计划里啊，那你怎么还会来抽他呢？我觉得有一点神奇。那你也没有要去找他，那我们还是问一下好了，因为你会来问，我们就是来问一下，就是为什么
如果说你主动的话会怎样？那因为我另外一个牌卡是会不会后悔，我等一下来看一下他会不会来找你啊？不，我觉得直接来，你现在也不会去找他。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会不会主动来找你，就这样。其实我别的牌卡有抽，可是我觉得你这个蛮适合是，你不理他的情况下，这一个王八蛋会不会直接来找你？好，我们来看一下正义牌。你跟他如果有结婚的关系，哎，你们两个是不是一直讨论到结婚才让这段关系没有安全感呢？这边有正义牌啊，然后这一边也有结婚牌的迹象，这两个都是有稍微要结婚，只是一个有契约式，然后一个是另外一种比较不像是有婚礼，可是没有一个正统的感觉，是有新奇的感觉。力量牌啊，我告诉你吼。你真的是伤了人家的心了，你就是符合了我常常说，你把人家高高捧起，再用力摔下，因为这有一个力量牌。你对于而言啊，通常看女生比较多啦。如果你是女性能量或阴性能量，喜欢照顾人的能量比较强，你真的对他而言，他还蛮喜欢你的照顾的。可是你给他怎样，伤害很重，然后甚至也有一种是他有过去的情伤而来认识了你之后，你有给他疗愈，你帮他把剑拔出来了，然后但是他还蛮有想要跟你有契约上面的关系的，但是没有。可是如果你们已经是那一种我们说结过婚或者是在一起要分开，你们两个就要小心是不是有法律上的问题，他会用法律的模式来找你哦。怎么那么可怕或者是他会想要，如果他知道你有干坏事，他可能会想告你然后举报你之类的。怎么办，你有没有做坏事啊？好恐怖哦，他拿到了权杖国王，他是一个自私的人，来，他拿了这个权杖，然后再看到这个地图比手画脚，所以他控制欲很强。还好吗？我觉得你们这样有点危险，如果你有做什么坏事，有把柄在他身上，他不会放过你。他不会放过你。可是这里没有行动牌，可是他会用那一种资讯讯息类的来找你。哇，我觉得这一边看，如果你有答应他什么承诺，或者是你有跟他之间有什么金钱瓜葛的话，我觉得他不会让他的付出是枉然的，他甚至有觉得他的真心被你糟蹋的感觉。我怎么觉得这边他才是来看我塔罗说他希望你有报应的人啊？怎么会这样，好恐怖哦。你小心，这一个人报复能力很强。我们来看说终究这一个人他会不会来对你造成伤害 ？Yes or no？来伤害你 ，Not the right time， 放下。再一张，我看到 yes or no 好了，现在不是时候。他试着正在放下，而且他还在收集你的资讯。哇塞，有点怎么有点变态啊？对方的职业是侦探或者是警察或者是什么很会找东西的人吗？我只能说哈，我等一下还是想要抽一下这个人他是怎么了。还没有，不要紧张。好，我只能说他现在还在观察你跟收集你的资讯，但有没有最后面到底他对你是不是会造成伤害，希望是没有啊，好不好？这个伤害不会是马上哦，我觉得如果这个还没有什么什么牌，这样有可能这个伤害还不会那么快的造成哦。那他会不会来找你？我这边看到是他主动性是没那么高。他会不会来找？他会不会来伤害你？对你造成伤害？抽不出来呢。好，抽不出来，我就再，是不是有人没按赞？只要用这一招了，按一下赞，不然的话牌抽不出来。哦 ，OK， 好，他不会对你造成伤害。可是为什么你在对的路上？宇宙说你断开这一个人是对的，某种程度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相处。那我想要看一下哈。那他的这一个正义跟这一个审判是什么？他如果不会对你造成伤害就好。我们往下抽，他的这一个心境啊，某种程度是真的有一点，我们说就是好像跟你之间要有法律连结，还是因为他爱你，他其实就是真的很想要跟你结婚啊，因为他觉得他的付出是枉然的。然后可是你有帮他把过去的伤心能量拔出来，可是还是有伤。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一个人呢，他想起你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好了。这个有点像他在想你什么，他觉得你看宝剑皇后
我就说了吧，不同的牌，然后在那边抽一样的东西。我就说你之间你就没有带他接触，宝剑皇后他觉得你很冷静很冷酷，他觉得你对他很小气，他想要跟你之间克服障碍建立关系。我跟你说，他真的很想要跟你结婚。然后最可怕的来了，我说一样不一样的牌会出现，来，这个是什么？宝剑七，这个是什么？宝剑七正逆位。他觉得你说的话是不是骗他？哎，这个骗局他会发现，所以我说他在观察你，说你说的到底跟他不一样。来，宝剑侍者，刚才我们抽的这一个卡里面有一个叫做 Get More Information， 它就是有宝剑侍者的能量。我没骗你，我现在已经拿掉，我应该留着，以后不应该随便把牌拿掉，有没有？哎，怎么那么久？反正有一个 get more information， 就是这个人呢，相对于之下，他在收集你的资料。我刚才有说，他就是要识破你说的话跟你说的事情是不是属实，所以他现在已经在怀疑你是不是在说谎。然后呢，他想要跟你建立未来，你看未来建立关系、结婚怎么办？这个应该有跟你提过，他未来另外一半他想要找结婚，他其实真的蛮把你当结婚对象的，所以是不是你不要人家？这边看啊，是真的是你不要人家，他觉得你们之间可以克服障碍，可是他找不到方法。人家想跟你结婚啊，所以这段关系你也别诅咒他了。那我想要跟你们抽不一样的。总而言之，他也不太说，我想抽一个，他会不会主动来找你？好了 ，yes or no？ 从牌卡没看到主动，因为主动的牌都逆位，但他真的还蛮想要跟你结婚的。然后他想要去佐证你跟他说的话是不是对的。然后我们来看。他不会来主动来找你，怎么那么可怕啊？欸，也不是可怕，也不是怪他，我怎么觉得好像，哦 ，yes， 他会来找你，将会有一个信号之后来找你，可是不会很快，因为他一直在收集你的资料啊，什么，好变态哦，我觉得这个牌好变态，对不起，我比较感性跟看感觉。他会来找你，只是不会很快，他在收集资料看看你到底 what's going on。 那我送你一个牌卡好了，今天如果以动物来说的话，他是什么动物，你是什么动物，好不好？你是乌鸦呢，你是乌鸦。欸，你能量很强。欸，你是乌鸦，然后也是海豚。海豚很调皮，很理智，会逗人类，然后会耍人类，然后也会耍海里面的动物。海豚其实是一个看起来很聪明，可是有时候有点神奇的人。来，我们就说嘛，乌鸦嘛，宝剑七，这里有一只乌鸦，看有没有？这是乌鸦，这是乌鸦，好不好？拿起来给你看一下好了。有些人的手机萤幕比较小，他不会说来，乌鸦同步出现。所以你是乌鸦，乌鸦就是怎样？可是你乌鸦手中握了球，你是不愿意把自己的人生太 detail 的跟人家讲，所以才会有戴着面具啊。你会戴着像海豚一样能量的面具，可某种程度你是把自己的心藏得很深。来，这个是蚌壳，蚌壳里面有珍珠，它会在贫瘠的泥土里面，然后孕育去珍珠。可是它这个蚌壳非常的难打开。然后这是鹿，胆小，某种程度呢，他觉得你今天你是没有勇气跟他去克服那一个障碍，因为你的胆子小。可是鹿呢，在不论是在任何各国，鹿它是群居动物，所以它代表 family， 代表家，所以它想跟你建立关系。你也是海蛇，我觉得你的灵性能量非常的强，所以你也这边有教皇牌。海蛇某种程度你有种是这是蚯蚓啊 ，sorry， 我看成海蛇了，对不对？你是蚯蚓，所以你看贫瘠的地里面，然后又是蚯蚓，就可以生存。所以我相信你，不论是原生家庭，或者是你现实生活中，你算是我们说的，可能在我们说的比较辛苦的环境中成长，所以你才把自己封闭的那么的深。然后你也像萤火虫一样，我觉得有时候啦，我们的人生要对自己充满希望。我觉得你是觉得未来有时候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那就像萤火虫一样，萤火虫它能活多久？它好像只能活一周还是三天几天了，我记得很少。那你有看萤火虫之墓吗？它就是当小女孩把她那个萤火虫这样盖在手里的时候，它就花掉了。所以它的生命是很脆弱的。所以某种程度我觉得难怪说你离开之后你去提升自己，你非常的保护自己，不想要让自己受伤，甚至你相处的
生活的原生环境或是从小生长的环境，你其实是过得很辛苦，甚至有点我们说的在烂泥里面打滚，然后但是你创造出了一个很好的自己，你给人家的外貌是像海豚一样，可是你的内心是乌鸦，然后甚至是蚌壳。嗯，其实要说结婚这件事，你有渴望，可是你害怕，你害怕受伤。那相对于他有看出来，他有看出来这件事情，好吗？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是什么动物。哎，我这个应该买两副对比的，想说会不会抽到一样的牌？那你们用脑子记住一下，现在有什么牌，我是记得住哦。来找我抽牌的粉丝，他们第一次来找我抽牌，我都记得住。可是不是记住啊，是有一种像是他在问我同样的问题，如果有抽过，那就会自己浮现。那我们看一下呢，相对于他是怎样的动物，会不会你们是同一种呢，还是不同的？他是黑色的蛋，他是乌龟，他是一个很慢的人。所以啊，我就说他们这一种齁，他是一个会步入陷阱让你跳下来的。我刚才有没有说他在观察你，你要小心他在布局。这里有一个权杖国王，有没有看着地图，他在布局。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布局的人，所以他会网罗天罗地网的来找你，甚至把你给 get。可是他行动很慢，我刚才说他会很慢，不会那么快来找你。他是黑色的蛋，所以他某种程度你也看不透他，你也看不透他。然后你是乌鸦还是黑色的，他是黑色的蛋。可是比起来的话，你的能量比较强，你应该年纪比他大，或者是阅历比他深，然后比他成熟在心智方面。那我就这边看到是年纪有悬殊有差异，然后你这边是比较成熟比较大的状态，或者是你的心智年龄比他成熟。他是乌龟，他动作很慢，然后甚至也是一个很不会说话的人。那比起来呢，你至少有海豚的能量，你比较会。他这个人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点笨拙啊，然后木讷，问他说什么也不说，可是他会默默的布下天罗地网的让你投入，然后最后面你走得掉吗？你走不掉，因为你是萤火虫。刚才我不是有抽萤火虫跟那个蜘蛛比起来，都是飞，就是萤火虫入蜘蛛的网就别想逃出了。所以呢，他之后会来找你，他会想要想尽办法的想要跟你结婚，所以而且是法律上的结婚哦，要确定关系哦。所以这段关系很明显的有达到你们想要的答案吗？如果这些牌卡我解成这样，你还没有办法找出你想要答案，或你有延伸的问题，记得第一次有订阅加留言，然后截图发送私讯给我，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占卜，记得跟我领取。那如果你想要更 detail， 或者你已经就是我旧有的粉丝，那使用过20分钟免费就是付费咯。那喜欢我给我一个赞，然后万一就是你有金额上的限制，记得留言啊，说你下次想要看怎样的那种影片我可以做，或者是去我的 IG 可以领取免费的免沾哦，可以去看一下。好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拜拜。第三组牌卡，我们来看一下，彻底的离开他，你会后悔吗？跟你的心境如何？跟你会不会主动找他？好，我们来看。哇哦，你一直看着人家的社群，你就是离开了，你还一直看，你还一直看，你还一直看，你一直看，那你后悔吗？你信心崩溃，那你为什么要离开他？你一直看 follow 的人家，你为什么要离开他？你会后悔啊。虽然你暂时的心得到自由，我觉得离开这段关系是因为你太在意他了，你太在意他的感受了，甚至呢某种程度你真的很想跟他在一起确定关系，不论是他的财务啊他的感情你通通都要抓住。贫穷，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你很贫穷，你离开了你这样还是很贫穷啊。你离开之后你就没有新工作了，你看你的状态是这样，你能说你不后悔吗？你超丧志的耶，你看像不像现在的你，或者是你想要离开的样子，你确定你要离开吗？你到时候会很沮丧，你会一点动力都没有，你的方向不知道从哪里前进，甚至你要说你会找到下一个爱的人吗？我觉得你不会去行动，你不会去行动，你得到了自由，可是你很沮丧，然后你就会呈现你离开了之后，你一直看他的社群，一直看他的资讯，一直看，好不好？一直看他的书，假装无所谓，但是一直看，不看还好啦，一看觉得自己很没有自信，然后情绪低落，你脾气不是很好，然后而且非常的暴躁，所以呢你是不是要压抑一下你的脾气？你真正的原因是出在你的坏脾气，你太想要掌握这一切，跟你太渴望这个人，你有点贪心，你想要他的10个钱币、10个承诺、10个感情，
他没有得到你的10个满足，你是不甘心。即使他跟你相处可能已经还不错了，你们的关系是维持平淡，但你不要，你要就是我要每天你说我爱我，然后甚至要跟我规划未来，我要的很多，然后钱放在我这。可是你离开之后，你会变成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啊！不要这样子，这样会太累。我们生活上就要给对方一点点的好处的空间。我觉得你非常想跟这一个人成家立业啊，然后甚至任何关系都可以。对方是有别人吗？还是你有别人吗？我觉得你对于这段关系的渴望度很高，而且离开之后你会经济方面会有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你是工作跟他绑一起吗？你这样变成说离开他之后你必须要再找一份很有工作比这一份薪水更好，就是比这一个人更有安全感的男人才有办法走开哦。那我看到你也不会主动去找他，最主要是你在这一段关系你觉得很累，所以你想要自由。所以我觉得这边只是单纯看到你有一种他不论是承诺啊或者是金钱上的那种安全感或者是任何安全感都没办法给你，所以你想要的就是安全感。你离开他得到自由之后，你恭喜你，我这边看到你未来还是会找到一个钱币国王，他不能给你的之后你会找到，可是你会暂时的就是这样伤心的伤伤心心的这样子失意一阵子，可是最后面你还是会获得自由的好吗？那原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要再看他的东西，看他的资讯了，好不好？好吗？那因为你不会来找他，那我们看他会不会来找你，好不好？我们先看 yes or no， 他会不会来找你？他会不会主动来找你呢？考虑，他会考虑要不要来找你，然后等一下抽一下对你的想法。他会选择放下，需要一点资讯。某种程度呢，他也有在看你，所以你不用紧张。你看着他，他也看着你，然后他在考虑。但是他选择放下的几率比较高。那我直接抽塔罗牌好了，他在想什么？如果说你，就是离开他之后嘛，啊，你没有，你算后悔啦，算是后悔啦，然后甚至你也不会去找他。那这一段感情呢，他会来找你，这边看也是放下啦，考虑要不要找啊，可是还是要看状态啦。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想法好了，如果离开了之后他的想法他觉得非常的伤心，他觉得他人生也是不可预测。我只能告诉你齁，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不知道怎么了，他觉得你们之间本来就看不到未来了，所以离开了之后他是伤心难过的，他很伤心难过啊。可是他会不会来找你？我这边看他可能不会来找你，因为他也陷入在伤心。我觉得你不要乱离开好了啦。某种程度呢，他是会去找他的朋友啊，去寻找他的太阳，那你会去寻找你的钱币国王。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价值观不同，就是他你要的是物质上，但他要的就是只是单纯的开心与愉悦就好，他不要那么多的东西。你离开对他而言是少了争吵，没有人来可以跟他打打闹闹吵吵，你们应该是蛮常斗嘴的那一种。那相对于之下呢，他觉得这段关系就看不到未来了，也没有办法再付出了，他不知道他的人生在哪里去。哇，这个牌应该如果对应到上一个影片，就是会有一样的说法，就是说你离开他之后，他觉得他这段关系他虽然没有付出，可是他有一种的跌入万丈深渊。他有你的时候他可以去外面玩，然后自由的奔放，可因为离开你之后他再也没有人承接，他却去外面玩，然后回来有一个人给他一个呵护，他就没有办法，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被丢下的感觉，所以他非常的难过。可是呢，他心里面会很想要你回来，他很想要你回来，他是用想的，就是会去跟宇宙祈祷，然后拜托啊，老天爷啊，请他来找我好吗？所以会不会有人重复抽到这个牌？所以啊，某种程度他会去许愿啊，希望反而是希望宇宙可以那个有没有考虑，所以他会去都有月亮，所以你看他都会去祈祷希望你可以自己来找他，可是你本来就不会去找他，他也不会来找你啊，所以这个感情就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主动去找他会怎样，我用别的牌，再给我一个时间拿个牌，
我们来看哈、哦，那如果他不来找你，你也不来找他，但他向宇宙祈祷，希望你来找他。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找他，他给你怎样的反应？审判牌逆位，他会给你报应。那你还是别找这个人哦，他还是会虐待你啦，所以他不会懂得珍惜的，好不好？所以呢，这一段关系我看啊，你就是这样子散好了啦，好不好？有人说我不要，我不要，好啦，我帮你抽一下。那这段关系你该怎么调试？因为你感觉不好嘛。那你该怎么调试才能走出这一个感情的伤害？大方去花钱呐、啊，去买单呐、啊，然后跟修正你的脾气啊一样啊。权杖国王逆位，权杖国王逆位，你的脾气是怎么的？可以留言给我验证一下，你到底是什么坏脾气？你们两个人之间应该是你发了一个大飙，然后这样子结束的。所以这段关系，除非你就算主动去的话，他回来他也是会审判你。所以你们两个应该是已经到了我们说的。撕破脸了，是不是？其实啊，不要这样，好不好？所以如果你再去找他，他会反而会他希望你得到报应，会不会他正在看我的影片，看你有没有报应呢？所以你脾气太差了，有造成他心里面阴影非常的严重。可是他向宇宙祈祷你来找他，可是你就算来找他，他还是过不去那个坎。他会觉得他希望你有报应，所以他回来可能会虐待你。那如果你要一个人的去扛住这个脾气，请你把你的脾气修正好。然后跟如果真的没办法修正，那你就去花钱好啊，记得不要花太多，不然你就会变成什么负债，好吗？好啦，那这一个牌卡就是这样咯。那如果这一些牌卡还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话，记得扫描 QR code， 然后呢截图订阅加留言，然后私讯我的 LINE 或微信，这样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占卜，然后就只有一次。那如果说之后你要再付费的话，那就是往下看下面的资讯。那如果说有一些人有经济困难的话，可以看一下 IG， 有免费的免占领取，你可以看一下。那喜欢我记得给我一个赞，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拜拜。